大家好，兄弟姐妹们，我现在来到了，又疯了这家伙。我现在来到这个叫唐布拉百里画廊，但是现在还没到呢。我从那个乔尔玛往那个百里画廊方向走，这是途中经过的一个地方。这条路边上全都有那种栅栏围着，然后我就看这里有一条路可以走进来，我估计这里是有牧民的，所以说我就来这里看看，带黑妞。我想爬对面那个山呢，那个山多漂亮啊！然后到山顶飞个无人机是吧？昨天下雨了，早上露水，也湿了，肯定是湿了。哎，黑妞，出来！这大土拨鼠大洞，出来！这刚到的洞。这玩意儿真厉害，它能盗洞。黑妞开心了，这个地方随便你野多好，这个地方环境保护的是真好啊！这围栏里三层外三层的，外边一层，里边还一层，这是不就是不让往里进呢？不应该呀！这太漂亮，这样画。我好像无意当中发现了一个秘境啊！这里从那里可以爬到里边，可以是个雪山，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走到里边去啊。我是对这种地方没有抵抗力啊，一看到这种地方就想进来，就阻止不了这个脚步，只要不一探究竟，这心就痒痒。今天天气不是太好，有点阴天，这个温度刚刚好，穿个长袖。哎，我听着水声了，这里肯定前面有一条河呀，我去看看。那是有河的话，这个秘境啊老漂亮了。这里，这是什么神仙地方啊？太漂亮了！看还有人开车进来呢，把这花都压了，就是应该是昨天进来的，肯定的哈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花！这可真是满山遍野。黑妞，你家门前的山坡上开满了野花啊，看哇，哈哈，我说这有一条河嘛，前面就是一条河，雪山流下来的水。这个地方太好了，这又是一条最佳的徒步路线，从这个前面一直往里走，就走入大山里边去了。你看这家伙开心了，滚！哎呦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洗脸呢你啊，洗成澡了，你看这玩意儿。哎呀，洗澡呢你啊，你这用露水洗个澡，那你可了得了。你说，这家伙他可玩开心了。没事，你玩吧啊，只要开心就随便。知道这地方为什么花和草长得这么好吗？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土地啊非常肥沃，看见了吗？都特别松弛，然后都是那些牛羊啊在这里，那个粪，牛粪、羊粪。都是最好的肥料，草养育了牛羊，牛羊的粪便，然后又滋润了这些草，所以说这就是万物的这个生物链，这就是大自然回馈于人类、动物、植物生存的法则。当人看到这种大自然花花草草、自然美景的时候，心情也好，他就长寿啊。吃的好不好无所谓，但是心情一定要好，心情决定一切。黑妞在这种条件下肯定也长寿，欢快呀，一天无忧无虑的，吃饱喝得就打滚了。你看你说这家就不知道咋美好了，本来长得就小，在这草还没有草高呢，你瞅瞅你都看不见的，你看，哎呦我的天，这家造的
这敢洗个澡了都啊。这是什么花啊？哇，黑妞，我给你留着给人家当牧羊犬吧。啊，那你就可以天天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了，还有牛羊肉吃。黑妞，你过来，来，我跟你聊聊这件事儿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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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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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妈呀，哎妈，这孩子，哎呀呀呀呀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哎呀，这家伙，哎，你看，你越那啥越疯狂。来来来来，哎呀妈呀，哎呀，长那么好看呢，你瞅瞅。这一天就看你表演了，黑妞可会表演了，那一点不怯场，你瞅瞅，说滚就滚一个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你瞅瞅你造的这身上好像刺猬了，你都啊都不像狗了。就这么开心，你说爱咋咋地，谁能整了？谁能阻止了黑妞开心吧？